位于南台湾的安拓集团可以说是扣件业数位转型相当成功的代表。早期生产建筑、汽车及工业用的拉钉、拉帽、膨胀螺栓及快速铆钉扣件产品。2007年成立安美科技，跨足铝镁合金制品研发。隔年成立全球安联科技公司，主攻人工牙根，朝研发生技医疗产品发展。本安拓公司在1986年成立，至今35年了，正在进行一个数位化的转型，从生产的流程的改造，还有整个行销的商业模式的数位转型呢，提高国际的知名度，提升我们的竞争力。我们面临了人工短缺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希望用更少的人做相同的事，尤其面对国际的竞争，那我们更需要把产品的履历做得更好，让客人更有信心。所以数位转型的优点是在于即时化、透明化，还有它的正确性。安拓集团是微软在自动化工厂的一个重要的伙伴，配合 Azure IoT、Dynamics 365还有人工智慧各项资料的运用，我们强力的协助安拓拓展市场，提升价值，还有提升品质，一起迈向国际。在导入电子管理系统之前，我们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用纸本的方式来保存，那我们再会由我们的人员去把这些纸本的资料再贴到 EIP 里面去。那现在导入后，我们是把所有的生产资料把它做成数位化，是由系统直接把资料回传到我们的 ERP。 那这样的好处是我们有更多的资料去找出我们真正的问题点，那也更进一步去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以及我们的生产良率。透过 AI Matrix Advisor 自动交叉分析不同人员、设备、工单等资料，减少重复投料、人力浪费、产能闲置，让同仁更有效率分配资源，执行有价值的工作。现场人员在做自主检查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将生产记录、生产品质直接上传到我们的品质管理系统，及时的去得到我们的品质是否有产生异常。安拓透过晶石管理系统整合制程状态、物料资讯、设备状态、操作人员以及费用摊提，经过财务交叉分析，掌握最及时正确的生产结构，有效掌握每笔订单的实际成本。透过晶石管理系统，能一机掌握各厂区生产动态与制程进度，结合 Microsoft Teams 也能实现跨国界零时差的及时沟通。从 SPC 到产品半检到全检，到工厂资料的自动化，到人力从人工到自动化、无纸化，我们看到安拓整个自动化的进程。接下来我们会迈向资料，迈向人工智慧，做智慧的行销，把安拓的生意拉到国际上的另外一个 level。